在近日公开的偶像人间剧场幕后花絮中，成员们之间聊了超多可爱的故事。其中于真透露了因全员都是内向性格，要花超久才会变熟，更表示是因为经常约饭才越来越亲近。아이브는다내향형인가요그런것같아요좀내향기질이강한그룹입니다그래도시즌도오래걸렸거든요처음에유진이가진짜노력했어 Thank you, baby. 유진이가좋아하는거있잖아밥먹는거친해지려면그래내가좋아한다우리일요일아야로저희가연습생시절친해지기위해일요일마다모여서밥을먹던시절이있어요아뭐야저얼마나친해요밥때문에之后忙内李瑞也透露自己不想要再装可爱，没想到一说出口后，却直接引发了姐姐们的爆笑。이제야나온막내진심제가되게친한사람들앞에서는귀여운척하는건가쉽다고생각했는데이게많은사람들앞에서하려니까되게뭔가마음이무겁더라고요네막내는귀여운척을안해도귀엽다고 마냥귀여운이서씨맞아